你要拿手背吗？要吗？我的头好痛，因为我的头都起不来。好，等一下我们的活动就是水中寻宝活动，也就是我们会把礼物放在水面上，这边不可以，周边只要围起来就可以了，这边都可以坐，都可以坐，那边都可以坐，来，只要有位置都可以。其他比较厉害的高手同时拿两三个，那记得分享给其他小朋友，分享给其他小朋友。另外呢，我们会准备五个大奖，也就是我们五个大奖，它会变成国高中的就不要参加，这边都是让小朋友、幼儿的，水中寻宝比较适合幼儿的，对。只要听噪音才可以开始哦。还不能超线，大家一定要守秩序。好，另外就是我手头上这边会有象棋，象棋如果你们如果拿到象棋的部分的话，就要去柜拿一样。好了，来，如果有拿到棋子的。有没有人拿到象棋？好，拿到的棋有多拿的分享给其他小朋友。还有拿到象棋的，麻烦请出柜台换大奖。来，拿到象棋的出柜台换大奖。好，出柜台换大奖品。那你小奖品就给其他的小朋友，我们希望一个人拿一样礼物就好了，对。哦，给周边的其他小朋友分享一下。那我们城这边很深哎，160了，回去吧。金伯城这边很深的啦，金伯城这边很深哎，很深的啦。金伯亭，你靠近一点啊。